大妹妹看威尼斯的城，好讨厌。这边是威尼斯的，中心火车站，威尼斯。那我们坐上了小船，这是它的非常有名的景点啊，一个非常著名的。然后坐上小船，我们今天要去它的其中一个岛，叫 Lido， 很狭长的一个小岛，上面有海滩，各种湖光。我们现在沿着小区，今天比较早，当地时间8点多一点，所以人很少。现在对面是花园，哇，船已经开始繁忙起来。这就是快递员，最近的快递员。水花溅起的动态彩虹。我们现在从威尼斯的主岛出来了，然后要穿过其中的几个岛，去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利东。哇，这个水是青色的，都不是绿的，也是蓝的。这种海滩，舒服司机，好温暖呀！相比荷兰的海滩，温暖太多了。在这个时节，荷兰估计现在在狂风暴雨之中，我们在蓝天沙滩边，意大利威尼斯利度岛，大妹妹。这是威尼斯的海，威尼斯的海还有什么区别呢？就感觉很近，走吧。能拍一个最光的。